行啊，胖子，这么快就突破70级了？哼，咱可是凤凰的传人，可惜这里没有合适的魂兽成为我的第七魂环。哼，三哥，这不是你那颗十首烈阳蛇的内丹吗？十首烈阳蛇乃是上古灵兽中的蛇类之首，属至阳之火，和你的凤凰火焰相同，这内丹相当于储存了十首烈阳蛇的绝大部分能力，也有类似魂环的效果。我不能收，这太珍贵了，哪怕小五用不上，你也可以留着呀。胖子，你叫我什么？三哥呀。那还废什么话？嗯，这东西就是给你留的。你服下它，然后用凤凰火焰消化，自然会化为你的第七魂环。不过十首烈阳蛇的火焰极为霸道，我也是侥幸才击败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烈阳蛇内丹在最开始的时候最危险，你们的魂力不适合出手。蓉蓉，为我增幅魂力，给胖子属性增幅。小奥，香肠，快！九宝有名，三约魂，九约增。十首烈阳蛇内丹的火属性太过暴烈，幸好胖子的凤凰火焰已经在体内形成防护盾，始终抵挡着对经脉的冲撞。胖子，我会护住你的经脉，集中凤凰火焰，消融十首烈阳蛇内丹。好。原来这就是小三不让我们出手的原因。我们之中没有人能承受凤凰火焰的持续灼烧。胖子，你的魂力已经全面压制十首烈阳蛇内丹，接下来只要完全吸收它的能量就能突破，再坚持一下。放心吧，我撑得住。胖子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你能做到的，一定能。
要这么快？我瘦了，我真的瘦了，三哥！胖子，注意情绪，可别把你的火放出来了。胖子，虽然比不上我，但不得不承认你比以前帅了不少。哎，别叫我胖子，我现在是标准的帅哥一个。长老，我是来提亲的，我喜欢香香很久了，希望您能答应。我可只有香香这么一个宝贝孙女。我对香香是真心的，我从来没见过香香这么好的女孩，虽然她看起来高傲，但其实内心温暖，善解人意。相识以来，她一直默默支持我，鼓励我，让我……年轻人，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们马上就要去海神岛了，那里可是万分凶险。长老，我会努力修炼的。为了自己，也为能保护香香，还请长老答应我。你对香香的心意我明白了，但这感情之事不可强求，这件事最终还得看香香意愿。长老放心，我一定会用真心打动香香，此次海神岛之行我定会护香香周全。香香，你看我瘦了，也有了第七魂环，你可以接受我了吗？谁要接受你了？你先抓紧时间修炼，等你们通过考核，我会考虑给你个机会的。真的？耶！舅爷爷要是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很开心。